天主，感谢你让我们聚在一起歌颂你、赞美你。求你派遣和平入爱的圣神，教我们彼此宽恕、包容，并欣赏每一个生命的独特性。让我们在场的每个人身心灵都能圆满和谐。我们同声祈祷，求主福庇我们。在的天父，求你大发慈悲，福音我们的祈祷，也恩赐我们像圣若瑟一样，一生做你的忠仆，时时遵从你的圣命。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门。请坐。圣祭礼仪，我们随着奉献的啤酒，将我们的家庭、工作、学业呈现给天主，请看赞美之泉。全人求
求你垂顾我们为今天圣若瑟呈现在你尊前的礼品，并回然福音我们的祈祷，是在此举行的极限能带给我们需要的祝佑和保佑。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请举心向上，我们全心归向上主。请大家感谢主，我们的天主。这是理所当然的。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我们时时处处感谢你。在这圣若瑟的清晨，我们也适当的再次称扬你、歌颂你，实在是理所当然的，应能是得救。圣若瑟是义人，你拣选他为天主之母童贞玛利亚的继位人，他是明智的宗主，你立他为圣家之长，带心负责守护因圣神而成运的独生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此我们随同天使、总领天使以及天上诸圣歌颂你的光荣，不停地欢呼：圣圣圣，上主万有的天主，你的光荣充满天地，欢呼声响彻云霄，奉上主名而来的单手赞美，欢呼声响彻云霄，请肃立。上主，你是在世神圣的，你是一切神德的根源，因此我们来到你台前，与不是教会共同庆祝圣若瑟的庆祝。基督从死者中复活的日子，你已高举他，使他坐在你的右边，我们靠他的名恳求你。派遣圣神圣化这些礼品，是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他甘愿使神受难时拿起面饼，感谢了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取下耶稣圣体，鞠躬。晚餐后，他同样拿起杯来，又感谢了，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和众人倾流，以赦免罪恶。”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请向耶稣圣血鞠躬。信德的奥迹，基督，我们传报你的圣死，我们歌颂你的复活。我们期待你光荣的来临。上主，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向你奉献生命之粮、救恩之杯，感谢你使我们得在你台前侍奉。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分享基督的身体圣事，并因圣神而为。上主，求你垂怜不是教会，是你的子民，却同我们名交通放弃跟我们的主教，莫过于所有主教，以及全体圣职人员，都在爱歌中呼吸往生。求你也眷念怀着复活的希望而安息的兄弟姐妹，
并求你眷念我们的祖先和所有去世的人，使他们相见你光辉的圣容。求你也眷念我们众人，使我们能与天主之父同在光辉满慈母的敬佩大师佛事出生中以及你所喜爱的历代圣人圣母共享永生，并使我们借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献给你。全能的天主圣父，一切崇敬和荣耀借着基督显动，基督在基督内并联合神圣都归你，直到永远。
求你赐给我们平安。领主曲，云上太阳。
请大家祈祷。上主，我们都向了天上的感应，天公地求你以大圣若瑟的典范，在我们心中燃起你的爱，必能获享永恒的平安。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门。非常谢谢校长老师们、工作人员的，还有我们同学们的参与。那这个是校庆一个很好的一个开始，所以我们一三节是我们特别奖励你们，然后希望整个的校庆有很好的一个庆祝的精神。但是我们希望这个奖励也是以后在你们每天的生活里面也可以燃起那个努力的那个精神。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阿们。弥撒礼成，感谢天主。礼成曲若瑟致意者，老师可以离开，到你的班级等待学生。